英语易错题 Terrible weather we've been having these days 从句子当中说我们最近过的这个气候太糟糕了可见是一个 exclamatory 的句子是感叹句感叹句我们就有两个词来连接的、啊、一个结构第一个是 what 一个是 how 如何区分呢记住这几条规则首先第一个What 加 a 或 an 后面形容词加可数名词的单数后边加主谓结构比如她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孩啊 What a beautiful girl she is 好第二个 What 加形容词加不可数名词或者可数名词的复数后边加主谓结构比如这些孩子们多么淘气啊 WhatNaughty children they are. How 加形容词加名词，名词前面一定要加冠词。如果是可数名词的话，我们要用 a 或 an。如果是不可数名词的话，我们要用 the。后面直接加谓语就好了。比如说，多么新鲜的牛奶啊 ！How fresh the milk is.那通过这个判断我们来看句子当中 Terrible weather Weather 是一个不可数名词如果用 what 的话我们不能带有 a 所以排除 B 选项如果要用 how 的话 weather 前面必须加一个定冠词 the 所以排除 C、D 选项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选项 What terrible weather we've been having these days 你学会了吗点个赞再走吧